Hello，大家好，我是 Snow。我昨天呢收到了一个快递包裹，我都一直忍着还没有拆开。那我今天呢就来给大家录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视频，那就是 LV 包包的开箱。盒子呢就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都还没有拆开。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把它打开吧。很好看的大盒子，它连这个包装盒里边也有写 LV 的这个标。那这个里边就是收据呀，以及保修卡呀、感谢信呀等等一些东西，还有一个退货的一个 label。接下来我们就看看盒子里边是什么吧，还挺不好拆的，开啦。然后我们把防尘袋打开，就是这个可爱的 Palm Springlin。这包真的是超小只哎，很迷你，好可爱哦。那这个包呢，前面有一个小口袋，是一个拉链的口袋。这个新包的拉链还是挺涩、挺紧的，不是很好拉。那就是这样。然后它上面拉链上面是有一个包着的这个沿儿，前面这个小口袋真的是很小，我觉得应该装不了什么。出门的话，可能装一下钥匙啊，或者是装一包纸巾就差不多了。而这个包的主要的一个容量呢，就在它这个大的拉链里边。Palm Springs Mini 应该是2016年就出了。那我手里拿到的这个款已经是它的第二代了，第一代的大的这个拉链呢，就跟它前面的这个小拉链是一样的，它有一层就是这个沿儿包着这个拉链。很多用了一代的顾客呢，就跟 LV 有反映说，就它这个沿儿在你拉这个拉链的时候，一是它比较碍事儿，二是拉链就会经常刮到这个皮，很快就会把它磨损了。所以现在这个第二代 LV 已经改版了，可以看到这个大的拉链的话，它是没有任何遮挡的，你就直接可以这样把它拉开，就不会刮到任何东西。那我们看一下里边，啊，它的这个肩带放在了包包里边，这个链条，里边还有一个，这个是说明它是什么材质的一个小卡片。这个迷你小书包除了这个全老花的这一款，还有一款是一个黄色和老花拼接的一个颜色，然后那个颜色就比这个纯老花的要稍微贵一点点。LV 的包包现在产地还挺多的，有在就它的原产地法国生产的，还有像在欧洲、西班牙、意大利生产的。然后在美国呢，也有它的工厂，也有美国产的 LV 的包包。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一只是在哪里生产的吧。就在它里边的这块小的黑的皮上面可以看到，那这一只是在意大利产的，不是法国产的。那包包后面呢，这两块里边是有一点点的海绵，所以它是软软的，不是硬的。但这个包包呢，就是你背的时候，它是不会完全贴在你背上的，所以这个地方有没有海绵，对背它的那个舒适感是没有什么太大影响的。但是它加了海绵的话，你这样看起来它就很有质感，很高级。这包呢，下面还有一个这种可以把它挂起来的一个皮环。这包真的很轻哎，几乎是没有什么自重的一个包。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背带，背带它是已经给装好了的，就已经把这个两节已经接起来了。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背带是两节的，它是由一根短的和一根长的这样拼接在一起的。然后背带上呢有大概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背带上一共有13个孔，给你用来调节这个背带的长度的。那你是想让它垂得很低，或者是让它背得离你的背部近一点的话，它都是可以调整的，还挺灵活的这个长短。然后这个地方跟包包衔接的这个金属扣是可以这样360度旋转的，所以你不用担心扣的时候把它扣反了之类的。包包后面呢有这样4个金属环，这个扣子就这样扣在这个金属环上就可以了。因为它这2根背带都很长，就给你去塑造这个包包怎么背增加了很多种的可能性。那最正常的背法呢，就是像我们普通背双肩包那样，把它4个扣在4角，那就是这样的。就是最普通的一个双肩包的背法，或者呢，你还可以把它改成单肩背。单肩背呢，我们就拆掉其中的一根背带，然后把这个原本扣在下面的也扣在这个包包的上面，就是这样的，就变成了一个单肩背的包包。你就可以这样把它背在一只肩上，也可以这样，斜挎着背。再或者呢，你也可以把其中一边扣到对面的这个右下角，这样子，这样你就可以把它这样背，背在胸前，它就变成了一个，胸前的一个挎包，放在后面呢，就变成一个背后的挎包。我还看到有些人会把这个背带呢改成腰带，然后把它缠在腰上，这个包包就变成了一个腰包。因为这个包包本身比较小，所以说把它改成腰包背，看起来也不会特别的突兀，也挺好看的。那我接下来呢，会把这个包跟我们一些日常的用品做一个比较，让大家可以更直观的感受到它的大小到底有多大。这包装手机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你看这本书，就比这个包包还要大，那你要用它去装书是基本是装不了的。iPad 就更比它要再大一圈了，然后跟我日常在用的这个双肩包比一下，你就看到它真的是宝宝级别的包包。那这个包我就给大家展示完了，这个包目前英国的官网上应该还是有货的，大家如果要买的话就尽快去买。那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讲讲我这次在 LV 官网上买包包的这个经历。这是我第二次在 LV 的官网上直接下单。那我第一次买的那个包，当时是不能直接加购物车下单，它是下面写着说，如果想买的话可以打电话。当时呢，我就是给客服打的电话，然后客服会记下姓名、地址，然后我把我的信用卡的信息提供给他，然后是那样去下单的。然后这次这个包包是直接就可以点击加入购物车，然后直接付款结账就可以了。我开始下单的时候，因为它有 PayPal 结账的一个路线，所以我就选择了用我的 PayPal 付款。我 PayPal 绑定的是我中国的信用卡，当时是付款成功了，然后我的信用卡公司也有给我发短信说这笔钱已经被冻结了，还有给我打电话确认是不是真的是我的消费。一切都确定好了之后，当时我有收到 LV 给我的一个确认下单的一个邮件。但是呢，第二天我就收到了 LV 的追加的一封邮件，说我这笔订单被取消了，然后说他们无法给我发货。邮件里边也没有具体写是什么原因，所以我就赶快给他客服打电话过去，跟他说了一下我的情况，给了他我的单号，然后客服小哥呢就帮我查了一下，他说呢是由于我是通过 PayPal 下单，然后我 PayPal 绑定的这张信用卡。没有通过 LV 他们内部的 security check，他就建议我说重新下单，然后换一张英国的信用卡去支付。
我有问他，我说是只能用英国的信用卡吗？不能用任何国外的信用卡吗？他说是的，如果是英国本地的订单的话，就只能用英国的信用卡才能通过他们内部的这个审核。所以呢，我就立刻又用我英国的信用卡去下了一单，那很快也收到了确认信，而且我当天就收到了 LV 给我的确认邮件，说这个包包已经寄出了。我当时下单的时候还有注意到。它上面有写说，如果你是住学生公寓或者是住在校园内的话，它是没有办法寄送这个地址的。所以，如果你是留学生的话，你住这边的学生公寓或者是住在校园内，很可能他会砍单，不会给你发货。那在英国 LV 官网上下单的话，就一定要注意这两点：一点是要用英国的卡，第二点是注意一下收货地址，不能是学生公寓的地址。整个在 LV 官网下单。都还是挺顺利的，虽然第一次被砍单了，但是我打电话过去，对方的客服的态度也还挺好的，然后也很顺利的帮我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了。但有一点我是很不满意，我都在考虑要不要给 LV 去写一封比较正式的邮件去跟他们反馈一下这个情况，那就是他们用的这个快递公司真的是太差了，他们用的快递公司是 UPS，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几乎所有的奢侈品牌用的快递都是 UPS，虽说在英国没有说服务特别好的快递公司，就大多数的快递公司都是一个德行，但是 UPS 的服务我觉得是尤其的差。我收到他发货的确认邮件的时候，看到他用的快递公司是 UPS，我当时心里就一紧，我就觉得完了，肯定又会出问题。因为我以前买东西，只要快递公司是 UPS，我就没有能准时收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果不其然，这次也是。他开始告知我的这个预计配送的时间，比他实际配送的时间要晚个大概4、5天。就是我以为这个包裹要4、5天之后才会到，但他实际上就当天就已经在给我配送了。那还好，我有去定期去检查他的那个快递的信息。然后我就有看到说，哎，他今天已经在配送了。我当时还挺惊讶的，我想说，哎，好快呀！结果我就等了一天都没有收到电话，也没有人按门铃，也没有人敲门，我就觉得挺奇怪的，就赶快又去查他的快递更新状态。快递更新状态就写着说你不在家，我就说我在家呀，我怎么就不在家了？我就在家乖乖的就等你来呢。所以我就赶快当当当跑下楼去，我就担心他给我扔在楼下。结果我跑下楼，然后我们家住的是这种，就是一整栋的这个公寓楼，然后外边有一个大的那个防盗门，防盗门外边有那个楼宇门的门铃。我跑出去就看到有一张这个快递失败的一个小卡片，远远的扔在地上，就扔在大楼大门外的地上。然后我去捡起来一看，就是我的。快递配送失败的信息，也就是说，这快递员他到了我家楼下，懒得给我打电话，也懒得按门铃，他就随便写了一张你不在家，然后就扔地上，他就走了。你就这样扔大门外，扔大马路上了，是不是很奇葩呀？就每次跟这些快递打交道，就搞得我心力交瘁。我就赶快去想说，我给 UPS 的客服打电话，就想跟他说，哎，我在家，看你能不能让这个司机回来再给我送。那我电话打过去呢，就是没有人工客服，全都是机器回答你，没有任何办法能让你联系到一个活人来跟你解释一下到底是发生了什么。然后你就只能用这个小卡片上的信息去他的那个官网上面要求他。改一个时间给你送，或者是送到一个很遥远的一个取件点去自己去取这个包裹。然后我当时就是先是约了他明天再来给我送货，然后并且我在下面有注释说我在家，你一定要联系我。之后我还是不放心，我又去给他的这个客服去发邮件，跟他说，我在家，你要跟你的司机讲，一定要给我打电话。如果不想打电话的话，就按门铃也可以。好在第二天还挺幸运的，这个快递小哥来了之后，他又就打电话让我下楼去取。我下楼去取的时候，他一没有让我签字，二没有检查我的个人证件，他就问了一句说你是不是谁谁谁？然后我说对，我是。然后他又把包给我塞给我，他就走了。
也就是说，这时候他不管在那个我们公寓的大堂里边遇到一个任何一个人，他都会问人家一句说你是不是谁谁谁？万一那个人动了一下歪脑筋说我是，他就把这个包裹不知道给谁，他就走了，就很不安全呀。我就想说，LV 你怎么会用这样一家快递公司呢？严重影响你客户的这个整体的购物体验。所以我还在想要不要给 LV 的售后去写个邮件去跟他们反映一下这个情况。不然我以后真的是不想在他们网站上再下单了。好在呢，这只包包算是顺利的到达了，我也算是松了一口气。那今天这支视频，如果你看得开心的话，记得给我的视频点个赞。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喜欢我的内容的话，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哟。那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